刚果有一名男子交了女友之后到对方家拜访，没有想到却发现他们家还有两个女生跟女友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原来他们是三胞胎姐妹。而更者是呢，另外这两个姐妹呢都在跟这个男子相处之后也全部都爱上同一人，要求男子如果要结婚就要同时娶他们三个。这有点像是买一送二的概念吗？总之男子当下虽然有点吓到，但他想了想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男人，于是最后真的我全都要通通娶回家。但有人就好奇哦，难道这三姐妹彼此之间不会争风吃醋吗？三胞胎表示呢，他们从小就习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，也一直希望可以嫁给同一位丈夫，现在可说是圆梦了。不过他们的老公呢后来好像已经有点分不太清楚到底谁是谁了，真的是一个蛮神奇的故事呢。